好来，收到。来，还有20秒，我们就开播啊，就开始啦，准备开始啦。来，下午好，各位下午好。Hello， 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今天我们煮三样东西啊，第一个猫啊，有生虾面啊，然后我就。啊，这还没切了，只是生虾生面啊，三哈，这是河虾，这是淡水虾，淡水虾这个是很大只的。那么当然，我们这个今天主角是一只骨哦。OK， 今天的主角是一只骨啊。好，当然还有个喇喇，这个喇喇，等一下我一讲到是哦，这喇喇真的是很，它是已经是很亲切了的。OK。今天我要做的东西是先腌一只骨啊，对哦，腌一只骨就要啊，是一个这骨啊，当然我现在是，等下我腌了，我就要直接做了了，所以我们第一样是做一只骨先来，我先给它腌一下先，好，我们腌猪肉的是。来，表弟，你尽量大声一点啦。OK。拿出来我的叉子啊！来，我们腌排骨，这排骨差不多2kg 啊。啊，差不多2kg。所以我们这个是2kg 的排骨啊。啊，我们放2粒鸡蛋。打2粒鸡蛋来腌啊。对。那我们就是这个排骨，我要排骨已经洗好了，我现在要腌个那个蒜米汁。啊，腌蒜米汁啊？我要杀蒜米汁。哦，我们只是要取出来蒜米汁啊。但是我现在这个排骨啊，我是不够，是做了，等下当场要做了，变成我的排骨，就是腌是腌不够味的。其实甚至要我们要腌要讲至少3-4个小时才够味。哦，就是说我们放点水在这个蒜米那边哦，蒜米对，然后就放这一个网这样子啊，大大力去挤啊，就会有那个汁出来啊。对 本来都有汁了，我再弄更加多的汁，那么我们也放一点姜汁。OK， 这个是姜汁啊，对，打碎了啦，打碎的姜汁啊。OK， 放一点水，然后一样哦，跟那个蒜米的做法一样，就是挤出那个汁出来啊。做大粉汤，我会。好，所以这是准备腌制那个一只骨的那个过程啊。嗯，那我们胡椒粉 ，OK， 放一点胡椒粉啊。放一点花雕酒啊，一个盖啊，两个盖啊，一公斤的骨那个骨哦，猪骨哦，就一个盖，2公斤啊，我们现在就两个酒啊， okay. 两个盖的酒啊，糖2个茶匙，糖2个茶匙啊，嗯、一个kilo 1个茶匙 ，OK， 1kg 1个茶匙啊，嗯、糖啊。说这个叫什么？梭大粉。OK， 我们会放梭大粉啊。梭大。来，我先拍一下。这个是让那个排骨软化。OK， 你们可以拍照吧。这个目的是让排骨软了一点啊。嗯、来。对，这样我们放盐先。放盐先啊。盐是
一个茶匙。OK， 盐一个茶匙啊。So 一斤肉就是半个茶匙啊。OK， 放一点苏打。OK， 不能太多，一个茶匙就可以了。OK， 一个茶匙的苏打粉就可以了。嗯，我们才来腌它。OK， 这样我要放一点水了。OK， 你这水蛮多了了，因为刚蒸那边啊。我们要给它水给蒸，给排骨蒸下啊。OK， 放一点水啊，来。哎，你有放点水吗？这个没有，还没有放啊，这个还没有放水啊。OK， 现在放一点水啊。OK， 因为我们一般上啊，一公斤是放三两水了。OK， 一百克水了。一公斤放四百克水啊。一百克水。啊，一百克水。所以我们现在两公斤啊，我们两百克水啊。没有，因为呢，姜汁也是算的。啊，姜汁是有水分的啦。对对 对。就是。你的分量你自己决定啦。对对对。那么 OK， 蒸面没有蒸出来，它很硬的哦。所以我们要蒸一段时间，对吗？对，其实要给它蒸一下。所以我们蒸也是要一个钟。没有，我们就介绍了哦。没有，如果是平时的呢？平时要上，就你要入味了，至少要两个小时以上啊。OK， 各位网友，如果你们要入味的话，我们至少要两个小时啊。所以，因为我们直播的关系啊，我们不可能放在这里两个小时啦，所以我们是直接煮啦。对对。OK， 我们暂住先。OK， 有人问，如果没有收大粉怎么办？可以不要放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不放，你猪肉会硬哦。哦，猪肉会硬啊，如果你没有放它就会硬啊。比较硬啊，你镇住啊。如果牙齿够硬的话，没问题啊。基本上这个是镇住它，等下我们放薯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放薯粉了。OK， 这个是蛋黄粉啊。镇好先，等一下。先镇好先啊。粉最后还上啊。有一点水分啊，吸到水分它就不会。人家就不会这么硬。对，这样我们看的是，OK， 第二道我们处理虾啊，处理虾，虾我们破一下。这虾是淡水虾。淡水虾，这个虾叫什么名？这个虾淡河虾。河虾。河虾来的。大头虾，人家有时讲大头虾，奶头虾啊，因为头大啊，所以因为大，我们就切一半了，是吧？嗯，这是开二了，开二啊，哦，就是不要给它断啊，就是没有断，就是上面和下面不要断啊，断，哦，要断，OK， 我们切一半啊，开二就是啊，收开二啊，这要开要小心点，是，你要小心你的手。光是拿刀就要小心一点。哦，你开到很均匀哦。没有啊，大小边没看到，也是抓到它不变。啊，再下来，就继续开二啊。来，各位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。好，来 ，OK。如果是第一次观看我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关注我们啊，我们是马来西亚的，啊，我们在马来西亚做直播，天天每一天的直播的时间准时是5:30啊，傍晚是5:30啊，所以你可以关注我们的 page 啊。OK， 有关那个 YouTube 的 channel 啊，很多人有跟我回应要放英文啊，所以我今晚我会处理啊，我尽量把那些菜还有表弟好主意的名字啊改成放英文，就方便有些不是很会中文的嘛，所以方便大家去找啊。所以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啊，我会处理这个 YouTube 的那个 channel 的问题啊。这些你做得好，你做；我做得好了，我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菜名哦，很难翻译一下啦。中文的那个菜名啊，真的是难翻译，不是这样简单啊。
OK， 所以我们全部那个歹头虾全部啊分二啦，还有包括那个啊、我们的那个精粮啊啊、那个配料啊，我尽量翻译去英文啊，如果英文不对你们可以给啊、可以我让我知道啊。现在我这个已经切好了，这个这个生面，生面在那边排一下。OK， 这个是生面是碗汤米。OK， 我们会用生面啊，生面就是碗汤米啊，啊，碗汤米的面来的啊。就生面是配这个啊傣头虾的啊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这个蛤蜊，是吧？蛤蜊啊，蛤蜊啊，人叫哪辣叫蛤蜊啊？啊，正确的名。中文叫蛤蜊啦，那我们马来西亚叫喇喇啊。OK， 我们腌制这个排骨啊，要注意啊，要捞均匀它、啊。所以有时间的朋友啊，你可以啊、腌制两个钟啊，至少两个小时。至少两个小时，那么我们的那个排骨就入更加的入味啊。那我们现场直播不可能放两个钟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。过后就要直接上粉，然后直接来煮了啦。来，看这边。来，哎，这个已经是，它已经，他们这个种技术很好，他们已经是里面没有沙了，它已经是送直接啊、很清洁了，干净了啦。对，我们真正的是要了那个这个里面的字是要了。哦，里面的它里面有字哦。对，里面的字。所以你看，注意它有字啦、啊。那个是真的是哈、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切上来，啊，这原味来的，真的是那味道来的那个。啊，我们倒下去，我们要用一个，因为你有时拿它有刻吗？哦，它的那个渣包我们要留下来啊。这里开一个洞，有空气。啊，就是要给它流通啊，后尾开一个洞啊，它就会流得更快啊。嗯、放心放心，中文英文我都有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刻上来，因为有时我们有那个。哦，就是我们要取出它的字啊。嗯，它字都要了，它就要一起煮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比较新鲜，鲜味啊。那个啊，对了，老辣的鲜味就说。为什么要吃煮啊？哦，看那个汁，那个汁全部流出来。它是清洁的，它已经加工了，清洁了。它们这个很清洁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啊，这个是我们取出了喇喇的汁啊。对，这个喇喇汁啊，啊，这个汁它有时我们喇喇啊有那个壳吗？它那个是很美的，你看，很美的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汁要的，你要煮的时候要用。我们先拿稍微这里稍微冲一下，冲水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冲水啊，不冲也可以的。我们冲水就是。它因为有那个小小的那个喇喇的那个壳啊，有时他们搅和啊会冲啊，哦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，第一个我们要煮的是煮喇喇面嘛。OK， 我们现在煮喇喇不是煮一只骨先啦、啊。一只骨面，我现在要一只骨要慢慢用。最好是腌久一点啦、啊。对 ，OK。好，当然我一只骨我现在放油，准备要炸啊，对吗？嗯。做法很多种，一只骨很多人都能做法。好，我们做法多，我们做法可以多种做法，我们可以拿去焖也可以嘛，拿去可以晒也可以，看我们的做法是怎样的。啊，我是做这个，我要做到它很香，所以我要拿去炸。啊，反正这样没这么屌的，可以吧？拉汁来那个，拉拉汁。哎，我们现在开始啊，要准备要炸这排骨了。好、哦，像我们现在第一样是炸排骨先啦、啊。对。所以我们要炸排骨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已经正了。哎，有些人买鲜喇喇，如果不是那种解那个吗？嗯。冰冻了怎么做？也是啊，不，等下跟着我煮的煮法是一样的，只是不同的。因为我们去巴上买那喇喇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给它还。那个喇喇有沙吗？你吃到哎，这么喇喇有沙了有没有？吐沙，要给它吐沙先。对。OK， 我们放鸡蛋粉啊，嗯、蛋黄粉。蛋黄粉。哇，你蛋黄粉放蛮多下哦。对，就是一汤匙，差不多一汤两汤匙了。OK， 我们两汤匙的蛋黄粉啊。阿米罗几斤没有？八几十斤。So, 等一下我们要放木薯粉啊。嗯，对，我们先捞一下放木薯粉。OK， 因为我们要炸的东西啊，我们都会上木薯粉啊。我是放水多给它震，给它有一点比较会做，不然的话它是排骨真的是硬的。OK， 我们放一汤匙的木薯粉。两大汤匙。OK， 两大汤匙的木薯粉啊。
So, 两大汤匙的木薯粉，然后两汤匙的蛋黄粉啊。对，这烟呢放出先，等一下那个油比较热的时候，我就要拿去炸了。好，好。啊，我们每一天都会直播啊，请关注我们啊。可能或许是有新兴的朋友啊，第一次观看我们啊，我再重复啊，我们这个 page 叫表弟好主意，说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啊，在马来西亚做直播啊，说每一天傍晚时间5:30准时开播啊，现在请关注我们的 page 啊。OK， 我们煮完了，阿米罗嘅刀啊，个镬仔个刀。啊，对，我们有12000人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分享啊。OK， 这个我们是准备要去炸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已经是所有的调料方面呢，腌制过程已经完成了了，所以我们准备要炸。所以我们要炸的时候啊，我们是要等油，要等油滚啊。对。所以我们油的分量是蛮多的啊。这样我们先我们煮了那先。煮了啦 ，OK， 煮了啦。OK， 蛋黄粉有没有重用呢？蛋黄粉呢，就是调味和上颜色。有颜色，它有颜色。第一个有颜色，第二个它香嘛，鸡蛋粉的那个香，香。它当然它也是有在炸的时候，也是有一点酥脆的。酥脆的啊？对，有酥脆的，有作用。OK， 这个已经干净了，我放到这里啊，我们放点油。好，我们煮了辣。所以我们先煮了辣，不是一煮锅啊。OK， 现在我们现在是煮上汤了辣。老辣，我们放点姜丝啊。来介绍一下。姜丝，蒜米，葱，我们下去爆一爆。OK， 葱啊，爆一爆它。这里有一点不用放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这老辣，这个老辣的水哦。OK， 老辣炸吗？OK， 我们放一点花雕啊，花雕酒啊。哎，有人问啊，蛋黄粉可以放在那个鱼那边吗？鱼啊，鱼，煮鱼啊。很少放的啊。啊，比较少啊，没有听说过啊。少啊。OK， 我们来那个，放一点花雕酒了。对，我们烧多久炸上来，我们去拿到去，拿错。还要隔上来啦，对，因为有那个，就是有那个沙啊，不是沙，那个，我觉得这个壳啊，它会碎吗？碎壳吗？哦，那个壳的碎壳来的啦，有时会有碎壳，我们去看它。哦，明白。那么我们就放一点那个。OK， 老赵再加一点水啊，我们放一点水就好。不要放太多。OK， 不要放太多啊。我们要滚。啊，当然我们真正的是没有上汤吗？没有上汤，我们什么用鸡精粉做上汤咯。OK， 如果你是用上汤的话啊，你就不需要鸡精粉啊。嗯。因为我们没有鸡精粉，所以我们我们没有上汤，我们才放鸡精粉啊。嗯。所以放一点鸡精粉啊。OK。那这样油也可以了，我们说。来，有人问哦，如果没有辣辣汁怎么办？没有辣辣汁。你新鲜的辣辣就有，里面就有辣辣汁了。问题啊，这些老辣会洗啊，有沙哦。
啊，你要会洗啊，才 okay, 才不会杀。它很多水啊，因为为什么水要多呢？我就是给它蒸嘛。OK， 这油标不需要很热啊，油不需要很热，我们要给它慢慢蒸到熟。哦，就是说我们不要给它太滚啊。啊，油你看这排骨，其实我这排骨是很美的。给它慢慢蒸。我们大火啊，又是小小，不用大火。啊，我们是用木薯粉啊，你知道木薯粉就可以了。所以注意啊，我们的油的温度啊，不要给它太热啊，大概一半就可以了噻。热度50%就好，慢慢炸。OK， 来我们烫面。放一点鸡上去，一盘吃的鸡。OK， 我们上汤了啦，可以放可以选择啦。所以我们有放鸡啊 ，optional 对吗？这个 optional 啊。熊通了啦，这个我们不要大火，不要大火。OK， 注意啊，我们炸这个一只骨的时候不要大火啊。给它慢慢油，跟它震到它透，震透它。怎样说震透呢？就是说，就是好像我们焖排骨嘛，就是要用水焖吗？这个是用油震到它透。哦，怎样说透呢？我觉得就是说，就震到它透熟了。我的意思是哦，只是熟了啊。震透就是意思熟。哦，明白。哎呦，甩水。OK， 这边我们开一个大火来慢慢蒸。这个慢慢蒸啊，用大火的。OK， 这个炸那个一只骨啊，火开小一点啊。慢慢蒸到它。所以我们顾两边锅啊。还可以再加一点啊，大火啊，中火啊。给它一点热，那就我们就关小火。好。它味道很浓的这个啊，马铃薯粉呢，通常是我们用来勾芡用的，所以不鼓励用来炸啊。炸了我们通常是用木薯粉啊，所以木薯粉用来炸会比较香脆一点啊，比较脆一点。几乎每一天都有人问你粉啊，要不要我们早一天录一个视频来跟大家教育大家怎样用粉？好的，啊 ，OK， 你们放心啊，关于到粉的东西啊，说我教表弟啊，啊，教你们分辨如何去用粉啊。OK， 加多一点水啊，因为这个有点啊，那个打蜡有点，因为多一点咸味了咯。我们滚它一下，好，滚它一下，我们你讲话大声一点，你不能用沟通过讲话。给啊，每个人加一点胡椒粉。OK， 我们先撒一点胡椒粉啊。啊，我们丢一点糖，一点点过了，因为煲汤的东西有酒又有糖嘛。OK， 放一点汤啊。啊，一小茶匙的糖。所以我们放花雕酒一定要放汤啊。半茶匙的糖，半茶匙的糖。好。OK， 你看啊，这个油好。OK， 这样的油刚刚好哦。我们有油稍微有一点，我们要关了它的小火，就是给它这样震到最后，我们要拿上来的时候再开大火。哦，就是说，蒸到它的时候哦，你要拿上来的时候注意啊，它的一个技巧啊，就是你要拿上来的时候要开大火啦。到最后我会告诉大家。好 ，OK， 现在再滚哈，我再试一下味道。OK， 够了。好了。够了，够了。OK， 所以我们拿辣丢下去哦。看了啦，每个很清洁。做老辣，他已经跟我们，他们已经用一个用技术，他帮他们杀鱼做到完了，所以是很清洁的。所以你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我们巴沙买的啊，要洗锅先。对，要洗。我们有时你不会让它复杀的话，要你有时你们，我们曾经吃过老辣啊，拿上来打开里面是泥土的。哦，就是让它吐沙啦。你跟我做过吃东西有我有叫过喇喇吗？没有。你明白啊、哦？像我们讲取出喇喇照片，我不明白。没有，这个喇喇照已经在里面了。哇，那个喇喇新鲜。他是讲外面买的巴沙了，那我讲取出。因为它已经这个已经它已经加
加工了，变成它有盐味还在里面了。好，哦，就是巴萨就不要。已经是也是在里面，它开出来，你看这个慢慢蒸，好，这排骨慢慢蒸，蒸到它熟，变成里面。我们放粉呢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我们保护都是它，那么里面的排骨的那水分不会排骨的水分如果出到干过后啊，那排骨就很硬，还有水分就变成我们排骨就会比较松软了。哦，基本上可以有了，我们拿上来。哎，那你锅不养它，你锅。上汤了啦！啊，如果你们意思要表弟带麦的话，我就不能跟他沟通了，你只是听到声音。对对。啊，你听到声音，我就不能讲东西给他听。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给问的问题吗？做的呢？啊，人家讲你高门大包。那我们要讲来上汤了啦。对，好，这个做了，我们要做第二道菜。好。炒米粉，炒面，炒生面。炒生面啦。炒生面啊，生面。你要知道哦，他不是小声，我的尽量啊，要把他 close up 啊，他声音才会大声。他离我很远啊，他跑动，我要追着他。如果你们觉得小声啊，哎，你又喊了，现在。OK 了，我现在大声一点啊 ，OK 吗？现在。啊，你更累了。来。Okay, 那不好意思啊，又有人聊。大声一点。这个油如果这样忍的时候，我们就再开一点热油给它热，再开一点给它热。我们要用油来震透它，震透它，好，给它震熟。意思说，好，平常我们拿水去焖嘛，对不对？现在用油震透 ，OK， 震透啊，震到它熟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做东西，炒面，炒生面。说我们要炒生面啊，说要放点油啊。你们尽量把你们 speaker 开大声一点啊。OK 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啊。可以可以。我们辜负了这么多了。我也是很累啊。不好意思。来，53天的直播啊。好。我下个拜一，我要回我 office 了。我已经好几声啊。office 开始操作了，我要回去 agency 了。到时会介绍我的 agency 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好。这个油 ，OK。我们是半煎炸，因为这个更多嘛。OK， 所以我们油滚了锅啊，然后就要放面啊。OK。放煎炸啊！这个油我们要放煎炸。OK， 油放煎炸。要有一点多，又不能又太少，又不能太多。我这里是三粒云吞面，三粒云吞面啊，我们放。有开火啊？我记下来，开了。放煎炸，所以我们只是煎下面啊，就都可以煎啊。
们拿来炸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拿来炸它就不同了，它炸的时候它就很大了。好，你在家里啊，你不要这样油很多油，我们不能抛锅了，我们就要这样来炒。哦，不能抛锅啊，就是要翻一翻啊。对。放煎炸酱啊，每一条都要煎到的。哦，这样有点脆脆的感觉哦。一定脆的吗？就是说这个叫做半煎炸啊。半煎炸。顺手。哎，有人问你的那个面呢，有没有蒸水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我们的温吞面没有蒸水的、啊。跟我发掉了，因为这个你没办法，等下烧焦，哎，那个受，哎，那个那讲焦味。OK。不能有一个都不能淋上来。我们开大火。你距离远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跟我讲话啊。我靠近你来跟我讲话。OK， 行啊。哦，我们还有另外一部。对对，那个，因为我们分两次煎嘛。哦，我们要分两次煎啊。嗯。那煎不好。啊，半煎炸，这样忙啊，油热了就可以放下去。OK， 油热就可以放下去啊。嗯、收你的苦哦，不用去搅它了，对吗？不用，要只是不要。稍微这样子动动一下就可以了、啊。对 对。要正常油。啊，我在重申，如果我配麦的话，我就问不到你的问题啊。他，你给他麦也是没用的。你们问东西，我不能给他回答啦。我可以录音啦，就是只是他一个人声音罢了啊。这样你买一个 stand 放这里录不好啊？就更好。以后我放一个喇叭在这里啊。啊，你放个 stand 啊。嗯。买 speaker 放在这里。OK， 可以了。OK， 排骨用什么油啊？我们是用那个劳工牌的、啊，劳工牌的油啊。所以炸东西用劳工牌是最好啊。所以这个是温吞面来的，我们是用温吞面啊。你要不要擦掉挑挑了？如果我们是用半煎炸、啊、油啊少一点是好 OK 的，我们是要用少一点的油啊，因为你油多多炸它的整个面碰上来就很啊，油太多来炸就会碰碰啊，是吗？会碰碰碰碰啊。还有蒜米啊啊。哎，这个好聊了，可以再拿点水给我那个500ml 一个。所以我们这里是三粒啊，三粒的温吞面啊。OK， 我们这里烧了。OK， 这个是蒜米姜片啊，爆香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切的啊，你看啊，我们没有切啊，只是那个姜片要，我们要切姜片嘛。虾 ，OK， 虾就丢下去啊。
哇，那个虾很香，我觉得你这样你随便煎一下都很好吃哦。那虾客的味道吗？对啊，虾客的味道很香。调整一下，我再开个大火呢。沾一点酒啊。OK， 我们可以放一点酒啊。花雕酒啊，我们现在准备放。它没有水分很高啊。大概这样的分量对吗？好，倒太多了。倒太多了。这样子可以了。酒多一点 OK 了。酒多点 OK 啊。OK， 我们放花雕酒啊，放一点水，放很多水。那个红胡椒啊，你怎么红胡椒？我得放蛮多水哦。嗯。OK， 放很多水啊，大量的水啊，它的分量大概是这样啊。调味。OK， 我们来调味啊。所以因为我们有放花雕酒啊，就要放点糖啊。OK， 我们放了一点糖，撒一点胡椒粉啊，放一点蚝油，再加一点蚝油啊。OK， 来介绍你放什么？放鸭蛋，这个是包菜，白菜，白菜，我们放白菜啊，还有萝卜啊，白菜和萝卜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做好的字啊，隔壁的火会带大吗？会，不会啊。OK， 我们开小火啊，就尽量不要保持太滚啊，对吗？对，把震到它熟已经有熟。OK， 我们震到它熟完，我们不要让它滚啊，就是保持这样子可以了。把那酱的肉炖它，好像这个排骨好像是放在烤炉这样烤啊，慢慢震，慢慢烤这样啊。好，我们来放一点酱油，放酱油吧。OK， 我们放一点酱青啊。注意酱青不要太多啊，不能太咸啊。不够咸的了，放点盐。OK， 又再加一点盐啊。我去拍了。十五天没有拍照片。我们先做完了，我们来拍啊。啊，帮我分享到十五天了。已经十五天了。15000了。OK， 放盐啊，我们放一点盐啊。啊，表弟师傅说放花雕酒加一点糖，一定要放糖吗？有分香，因为你放糖加那个花雕酒哦，就特别分香啊。特别分香啊，好。啊，那么当然啊，我们有制味精，你可以放味精的。OK， 我们可以放选择放。你放味精或者鸡精粉，你都可以的。OK， 我们可以选择放鸡精粉或味精啊。当然你可以放糖来取代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也是可以啊。来，继续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最后要勾馅啊。嗯，对，你会咬。勾馅我们要放马铃薯粉啊，就是所谓的风车粉啊。为什么会叫风车粉？因为那个牌子是风车的牌，所以叫风车粉。啊，要加多一点点盐，一点点。OK， 加一点点盐啊，再加一点盐啊，啊不够咸啊。OK， 很多人叫我跟你拍照，15000。OK， 来拍一个照。OK， 谢谢你们支持啊！你煮到我全身汗了，我很热。啊，你这两包很热。热啊！这两包真的很热。慢。啊，通常我们哦这样子炸这个骨哦，要多久啊？你很多人不会分辨讲熟哎。没有，现在我们就有时间，我们就跟他震。有时间这样啊？啊，跟他震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如果你有腌过啊，你就不需要这么，因为腌过那个手大啊。啊，肉已经是会松软的啊！啊，现在我没有吗？我没有，我必须要慢慢去震它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几时要拿上来了。啊、其实已经是熟透了。熟了啦。对。OK， 我们放一点风车粉啊，就是马铃薯粉来的。马铃薯粉，打现在注意啊，它很浓的、啊。好。这一道啊，在外面吃啊，你在外面餐厅吃，百多200块。
那个一个虾，他就收你一只虾差不多20块钱。这刀要200块不是？一只虾他收你至少20到30块。那么你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去那个逮刀哈？啊，是吧？你还我知道了，好像30块。一只30块对不对？啊，38，我知道38。对，还比这个还小。打抢呀！啊，然后他说哇，他说这么贵的抢。一只逮刀哈38。30块，30块啊。30块那只。OK， 如果你们不要吃姜咸，你们可以不要放这么多味精啊，你们不要放味精咯。啊，这是调味是个人的啊。啊，调味很个人的 啊。还不够浓啊。它这个要浓制。所以我们的制要浓啊，我们那个勾芡啊要多一点啊。嗯，要浓制，味道是很美好的。嗯，你不要打太上。不要太上啊。OK， 我们放葱花，葱条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准备三粒蛋啊，尽量不要打散它，随便这样打下就可以了。OK， 继续勾芡啊，要浓一点，因为这个芡啊，这种芡啊，一弄到油啊，那很油嘛，弄到油它就会变成水的了。但是好彩是通车粉，所以我们蛋三粒啊，对吗？嗯啊，我连芡都打完了咯。好，我太抠了。啊，注意看啊，你看它的风车粉的功能就是这样啊，你看它的个字啊，它就会变容易了。等下你拿上来那个字给大家看看。啊，看到吗？那个字。它一滚它就可以了。OK， 这很滚了咯，我们关火。对，仔头虾在外面卖很贵啦，大头虾。OK， 关火撒蛋啊。这个技巧要记得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放蛋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像做那个瓦当火这样子啊。对，那就瓦当火的一个。啊，我们放蛋的时候啊，记得要熄火啊。蒸一蒸啊，蒸一蒸就可以了。上来了。OK， 上虾上面呢、啊，生虾生面，这叫做外面一只虾30块啊，十只就300了咯。这里六只、啊，这里六只它，这里他们至少这里六只虾。OK， 这有六只虾。嗯，我这个。至少200多块了，我看。嗯。来，漂亮。哇。生虾生面。生虾生面。好。好，我们再煮一个葱油肉丝。喂，现在我们调味啊！现在我要调味。糖尿病不能吃白糖，可以用什么糖代替？我不知道啊。不要糖吗？啊，你不是不要放糖啊？什么？不要放啊！这样我们这个啊，这个已经是蒸到啊七七八八了。你看肉已经过了，好。就是说我们的一只骨差不多要完成了啊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就开大火，我现在调味先，调了味我就开大火，一上来就算我们就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有16000的人现场直播观看啊。谢谢。16000要拍个照片啊。啊，我没有立拍啊，我手软了。啊。OK， 这样我要调味就是一只骨调味啊，对，来介绍一下你的柠檬蛋粒啊。OK， 我们蛋粒柠檬啊，一汤匙就好了，这样帮你哦，一汤匙就好啊，一汤匙的柠檬汁，一汤匙的柠檬酸干啊，这个酸干不是酸干，哎呀，你弄到我也乱了，酸干汁啊，嗯，好，对，我们茄子啊。茄汁 ，tomato sauce 啊 ，Maggi 的我们用。三汤匙啊，三汤匙左右啊。好 ，OK， 来，茄汁，三汤匙的。嗯 ，OK， 这个什么？茄汁吧。嗯。OK， 这个一定很多人问了，来拍照，我们是李派林啊，说我们放放一小滴对吗？不是一小滴，三。我看一汤匙，啊，两汤匙，三汤匙。OK， 李派林，我们三汤匙啊。四汤，因为分量很多，要四汤匙。OK， 四汤匙，两 kg 的排骨，我们四汤匙啊。四汤匙。那我这个因为它分量太多了，排骨太多，我要放多。这个是什么？茄子啊。茄子，我们再加。加四汤匙。OK， 我们要放糖。茄子四汤匙啊。一汤匙的白糖啊，我们是黄糖来的，跟白糖一样的。对。
点一点麻油香味下去。OK， 点一点麻油啊，香味啊。嗯。OK， 点一点就好啊。好呀，蚝油。OK， 再加一点蚝油。蚝油一汤匙。蚝油一汤匙啊。那你够，很够味了。OK， 你们记录啊。它的配料啊，它很会调酱，很会调酱啊，真的。它厉害调酱啊。所以晚上我们会写那些精粮出来啦。然后我们就放点香油，放点油下去。哦，还要再煮啦。OK， 我们放香油啊。没有放油啊，没有香。啊，放油啊，普通油啊。没有放香油，油也不要太多。OK， 油也不要太多啊。我们现在放下去。好，这个慢慢来去。那酱，哇，它喷到我哎。等一下，我看它酱调了。要掺一点点水，不要。OK， 加一点水啊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啊。OK， 我相信很多人对那些酱料啊、那些粉啊，很多疑问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会专门拍一个视频介绍所有的酱，还有包括那些粉啊，我们用的粉啊。OK， 所以你们给我们时间，我会安排做一个视频这样子的介绍粉。OK， 糖多半个汤匙。OK， 糖再加多半个小时啊。半个汤匙。半个汤匙啊，半个小时。OK， 糖尿病患者，你不要问我糖放多少啊，我不会啊，你们请教医生啊。对不起啊。啊。这些东西要取舍啊。好，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聊，我们这样子大火了，现在要马上要大火。你看排骨已经震到那一个冷了。像排骨够冷吗？对，它排骨不会硬吗？ OK， 我们也还是保护到它的里面还有水分吗？现在开大火。OK， 我知道如果是糖尿病患者，你们可以 skip 那个主食啊，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些分享者好像限糖饮食法，就是不要吃主食哦，他们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。 OK， 我这个只是建议吧，你们参考啊。 OK， 再加多一点水啊，因为它是比较浓稠的，比较浓稠的，比较浓稠的，这个叫做所以我们叫烧制一只骨啊。现在开大火了，好，大火要给他，我整条裤都是哦，全身汗了。哦，你的排汗哦很差的哦，我没看到你没有流汗的。学校没有流汗，你在里面了。因为我看你衣服都没有流汗了。学校我你胖啊，我瘦的人嘛。瘦的人不会流汗哦，不大会流汗。所以我胆固醇高哦。OK， 有人要求要拍那个汁是什么汁啊？我们用的油啊，这个就是。李派林啊，你们可以拍照啊，3、2、1，收，你们可以去99买会比较便宜一点的，大概卖8块多了，我们外面买比较贵啊，10块啊。你够味？够啊。要等啊，等油热咯，油热上来我们就可以捞上来了。其实这个是蛮久一下的。它的功能、欸、谢谢大家分享，我们16000的，谢谢。这骨你要会用点心去做，有人拿去烤啊，也有人拿去焖啊，它做法很多很多了。在外面有一间餐厅哦，他们骨啊拿去下水，拿去焖啊，焖了拿上来。然后，稍微用火烧一下，淋一点吃香叶，那叫一只骨哦。OK。那么，但是如果酱重了，它更哎，你不要离太远，拿去烤了或者拿去酱了，它更那个更香。好，你煮上来煮了，等一下都是酱差了一点，那没有那个香味。啊，有人在问为什么可以要煮这样久？我要那 OK， 我煮这样久啊，我的排骨啊是咬它是松软的，松软 啊，我是震到它熟才开大火跟老师来，不是去炸它，震油震到它熟透，
我们才开大火避它的这个避它的这个油出来。哇，你真的是很深哦，真的功夫。你看到这个是真的肉啊，肉不会硬的。哦，肉不硬。因为我刚才我拿那个我们腌哦，哦，所以我放苏打粉，但是苏打粉它这么短的时间，它还是不能让这个骨啊容易去啊，所以我必须要用这样的方法去让它骨更松软。看啊，有技巧啦，这个是一个经验啦，然后这肉已经松软，你看松软吗？它真的很松软吗？对吗？它很松软的，它不会硬吗？松软，你看，松软的，所以而且它咬下去，它咬下去不会干巴巴，这排骨咬下去不会干巴巴，这排骨咬下去都有水分了，它口感很好，对，这样的做法是这样是真的要一点时间。啊，这个是技巧啊，啊，大厨都不会教你的东西啊。啊，我有几个粉丝是开餐厅的，开大厨的。啊，大声点。私下啊，跟我讲谢谢我，让我的东西让他有一些概念呢、啊，概念，然后对他们的生意也会好一点的。啊。有时呢，我们在酒楼吃，为什么啊这么贵啊？人家后面的功夫多少年嘛，人家下很多功夫的，所以东西算你贵不是贵的。一个酒楼啊，它的装潢啊，酒楼为什么我一个东西啊可以卖到这么价钱？因为它的装饰啊，它装饰啊，冷气啊，这个那些装修的费用，它是有的是百万的，所以你卖你一店啊三几十块东西是很便宜的。OK， 我这里看到很多人要求要德国直助手啊。喂，百五千过后。他要百五千的 follower， 他才开始煮德国助手啊。百五千要等六天后了。啊，我们现在百二千了。百二千要等还有六天啊，每天差不多五千。所以大家勤劳帮我分享嘞，我就越快的煮德国助手啊。家庭式的火、啊，比较慢一点啦、啊。开家庭式的火，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能接受。慢慢的，我煮了五十多天了，我开始可以接受它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改变环境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去接纳它，接纳它。我现在抓手机我都会抖哦。啊，我是太累了是，我要两只手来抓手机。睡眠不够啊。啊。OK， 它慢慢热了，油慢慢热了。当油热了话，那个鱼的排骨了就颜色，排骨就有颜色了，排骨颜色有颜色了，那个它的它也排骨的油也会逼出来了，它就不会不会再咬下去，整个排骨很多油酱了，啊，再多两分钟啊。啊，不会油了，因为它最后啊，它会把那个油啊逼出来的。对啊，要一定要热，你没有热，你咬上来整个排骨就很多油。啊，这是功夫来的。这个是原理啊。原理啊。嗯。很多人不会吗？会。你炸东西要拿上来，你一定要大火了。炸东西啊是没有油的、啊，你要向他学习啊。嗯。开始了，你看，要差不多，你看颜色，排骨也是美了，你看，排骨也是美了，你看。人家煮菜也是要色香味吗？为什么刚才那个我要放一点萝卜下去，放葱萝卜，看见它有颜色啊，色香味。啊、OK， 继续煮酱啊。OK， 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另外的视频啊，就是 Instagram。Instagram 你写表弟好主意都会出现了的，还有包括 YouTube 也是表弟好主意啊。Instagram 你要写英文的吗？没有，表弟好主意你也是会出现的，也会出现的。OK， 啊 ，So 我们有三个平台啊，一个是 Facebook、Instagram 还有 YouTube， 我每一天啊会更新到四点才睡觉。那个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，你看到一个菜啊，你按下去啊，它就有那个食谱的分量在那边 Instagram。那么如果你要找视频呢，你要去我的Patch 找视频的话，你要去 Video 那边啊，最容易的你去 YouTube
YouTube 吧、啊。YouTube 那边找，一打表弟好主意，一大批出来了。啊，明白。啊， okay. 我每一天都更新啊，四点才睡觉啊，凌晨四点啊。差不多好了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要上一只股啊，上很多股，不是一只股。这排骨哦，那一天我早早的时候，这排骨其实我买了超过十天了，我买了好像要做了，我已经买好了的，好，我看到很美，因为排骨很，这个排骨啊，你说平常的排骨啊，它没有什么肉，排骨跟花肉是连在一起的，花肉有肉，花肉的肉美，排骨的肉就不美，那排骨的肉美的话，花肉就不大美。等下，你这里夏天，放一边啊。嗯。给它去热啊。去了。去去。干了。OK， 加一点水啊，不要给它干啊。OK， 下面好像好唔多大碟喎，等先。那个骨哦，我们要排好哦，要美观一点啦、啊。诶，怎么你会哦？是啊，你这样帮你找了啦。OK， 我们这样捞了。我直接在这里捞 啊。我以为要淋上去啊。没有，因为你多数的菜都是淋在上面的。要捞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把排骨放下去捞汁啊。家里还不能捞，你就拿这个来啊。Yes， 我们会把 IG 和那个 YouTube 啊，我尽量放英文啊，让你给我一点时间更改一下，很多东西要改啊。谢谢你们的啊建议啊，你们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，你可以写在 comment 那边，我每一天都有看你们的 comment 啊。其实你们写什么我都有看的，我每一条 comment 都有看的。我就不能没有力看啊，他就没有看啊。你们问的东西要煮的什么菜，我都有跟他讲啊。你要 PM 我了。你们口面的东西我都会报告给他听啊。OK， 可以了。捞一捞啊，搞定。哇，用筷子来夹啊。我会看你怎么排。你没有放一些菜还是什么之类啊，包菜啊还是什么之类。今天没有切吗？今天没有切啊。今天回 office 吗？回 office。哦，啊，今天会比较匆忙一点，因为他刚刚从 office 回来，所以早一个小时，应该一个小时前，一两个小时前才回来吧。他来就准备那所有的那个食材啊。这样排很美。啊，没有关系啦，年轻人熬夜没问题啦，最多头发掉几根啦。哎呀，哎，那个放掉先，放一边先，要的不干净的这个等下你吃啊，等下你自己吃啊。这样的孩子都有咯，就是没有什么。好，人家没生，这个等下我儿子吃。啊，你放一边啦、啊，你不要放下去，等下讲你不卫生。不卫生。OK， 我们是不卫生啊，但是我们自己吃啊。来，来修汁，修汁，一只一只瓜来来，出来介绍一下。来，有睡午觉吗？啊，刚才有睡。有哈一下啊，半个小时啊。来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上汤老辣。上汤老辣啊。对，这老辣它汤很够味，它汤真的是好。上汤老辣。上汤老辣 ，good。OK。
这个，哇，这个没有这个，对，哎呦，冷下去了咯，这个真的是在 restaurant 可以吃到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啊 ，restaurant 吃了200块，啊，差不多200块啊，这道 restaurant 啊，200块未必有这么多。哦，哎，这个是一只股，一只股啊，修整一只股，啊，开心吗？你开心、哦、你开心吗？你样子这样，满足感，我就把整个今天要做的使命感搞定了，好。你越来越憔悴耶，很多人讲。啊，会吗？从第一集，你看第一集和你现在，那直播，我不是憔悴，我还是保持一样，不同的是因为头发多，看到都好像很憔悴的，头发剪短哈、啊，你看我年轻吗？好，啊。来，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参与，帮我们做分享，帮我们给点赞，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们的可以一路这样走过来，都是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的给予的一些鼓励。哇，很多时候看到大家哇，读到很多哇，那些只是发布的活泼的活泼啊。你知道吗？多少个大草啊？我告诉你，很多的状况不是很理想的。竟然啊，家庭是可以做到很好，哎呦，做得很 surprise 啊！感动啊！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啊，这样难做的东西都可以做得这么好，其实方法若做对，成功就绝对；方法若跟对，美食就绝对啊！对啊！还有最后的还要通知下，我们没有开 group 吗、啊？我们没有开个表弟好主义的 group 没有啊？我们只是 patch。啊，我们只有主页，没有群组啊，没有啊，那个群组是冒名的啊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啊。这个如果你在那边的话，你自己负责任啊。OK，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。明天我要煮什么？我没有概念，因为我刚刚有想到明天要煮什么。你等下讲啊。啊，等下我迟一点，我要先问我明天要煮什么。好、啊，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，感恩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5:30准时见。